的季节，发现了你的冷漠。我的听觉发现了你不诚恳，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承诺。为何我听不下去你的解释？我和他跟你的关系也许不一样，你和他。我爱上你这句话说不出口，好想逃离难懂复杂的问题，看他自在轻易的让你高兴，不想听你亲口告诉我结局。你和他在朋友眼中就该相爱，我离开。我想得到你的温柔，而不是听说他的一切。我的身份是朋友，要的不多，只想爱你，就结束吧，这种想法，就当做一个傻瓜，爱上美女。我的身份只是朋友，看到